好，现在要进行第四题，也就是倒数第二题了啊。请问，其实这题真的很简单啊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，你一定要来啊！所以我今天就算赢了比赛，也没有办法完成何惧的心愿。花子学长，请抢答。来，夏天。蝴蝶。蝴蝶，答对了。比赛进行到这里啊，越来越紧张。要专心。目前呢，你双赢给何君看的吗？加油！平手。所以呢，只要最后一题谁答对了，谁就算是优胜。何君加油！何君加油！父亲节会赢。北龙，我们家小诗会赢，对不对哈？哎，不要担心了，小诗啊，一向吉人天相，我们要对他有信心。嗯，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信心。成为什么婚？我要搬救兵。好，夏天要搬救兵。来，甜心，结婚五十年，我们称为什么婚呢？应该是离婚吧。确定？应该是金婚吧。金婚。婚。真的很可惜，就差一点点。很抱歉，答错了。这一组了啊，你们只要答对这一题，你们就获胜了。如果答错了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到延长赛。所以请回答，结婚五十年称为什么婚？小诗，答不出来赶快搬救兵哦。我根本不知道答案，可是我又不想搬救兵请何君帮，但是如果输了这场比赛，那我跟何君凭什么当超幸福恋人代言人啊？而我又会害了何君。这题我要搬救兵。好，小诗也要搬救兵。来，何君，看你可不可以答对这一题。答案是金婚。金婚。哇，你们真的啊，这对金童玉女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有默契，让你们来代言超幸福恋人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各自提出一个心愿要对方来完成。那何群你先说。我的心愿就是我想再看一次我的乌龟未婚妻跳乌龟舞。乌龟舞啊，听起来很特别，怎么有这个舞？有一次我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，小诗就是跳了这个舞，就是因为乌龟舞让我的心情特别的好，也让我忘记了烦恼，也是因为这个乌龟舞让我感受到小诗给我幸福的感觉，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小诗跳乌龟舞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欢迎小诗的乌龟舞。真的很听话，叫你跳你就跳。好，跳完乌龟舞的小诗，现在换你说出你的心愿了。陈小诗，别故意恶整我。我的心愿是，我希望何群可以跟他的弟弟阿哲一起合唱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因为这也是何群的心愿。如果可以帮他达成心愿，这会是我
最幸福的力量。这一次的代言一定会非常成功。哦，可是那你要怎么来帮何群完成这个心愿呢？我今天本来是希望阿哲学长可以来，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来，所以可不可以请大家再等一下下？因为我们这个现场节目的时间啊已经快到了，但是阿哲好像不会出现哦。没错，这是我的心愿，虽然今天可能无法完成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小师傅做的一切努力。不过只要有小师在我的身边，就已经是我最幸福的力量。哦，别了，他们小两口这种体贴方向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。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虽然何群的心愿今天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呢，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各自为对方努力的两个人，这个就是幸福的力量。虽然很可惜啊，何群的心愿今天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呢，整个宇宙都